韩明哥，那天晚上都是我不好，我太冲动了。阿佳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。我明白，韩明哥，其实我也只是希望你开心就好。我也希望你开心，但是希望你明白，两个人在一起相爱，才叫幸福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把佑威也叫过来了。 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别让他误会。艾佳小姐，啊，佑威来了。 你别介意啊，我今天是特意这么安排的。那天晚上都是我不好，我想跟你们道个歉。有些事情咱们说开就好，不是吗？你就理解我一下啊！快来坐。哎，我现在不是很饿，而且我还有些事情，我就先走。哎，佑威，今天是我做东，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啊？ 你不饿是吧？你不饿，你坐下喝口汤。这里汤做的特别好喝，来坐下。哎，来。哎，韩明哥，我去一下洗手间，你照顾好佑威，我很快回来。我不知道他安排的。 这份，嗯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送错了。不会的，直接送过去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阿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最近天气不太好，腿又犯病了。来，坐下。 有位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跟韩明哥从小青梅竹马，小时候有一次韩明哥带我到海边去玩，结果我不小心坠了崖，这腿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了这事儿，韩明哥一直责备自己，还说要照顾我一辈子，是不是韩明哥？对，我是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。 不过，我明白，因为从小到大，我对韩明哥都太过于依赖了。因为这个腿伤，我也比较自卑，一直都是韩明哥鼓励我、疼爱我，所以那天晚上，我的情绪才会那么激动。佑威，我是真心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没关系的。 其实我们两个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是为了感谢他，所以才请他吃了一顿饭。没想到哦，我都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既然咱们都说开了，那就好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为我们冰释前嫌，干杯！哎，汤来了。 这个汤特别好喝，我每次来呀都会点的。来，你尝尝。慢用。对了，韩明哥，我听说有个老中医针灸特别好，要不这两天你陪我去看看？可以啊，你约好告诉我，我陪你去。那你这两天有时间吗？应该还行吧，到时候告诉我，我陪你。好啊，我觉得再不看这腿会更严重了。不会的。 佑威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哦，没事儿，没什么，还没事儿呢。韩明哥，你快点把他送回家，他不太舒服。来，佑威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你别跟我客气了，快点。来，韩明哥。哎
你不用管我，我自己回去。那你小心点啊！快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 你记住，一定要拿到韩明给于幼薇钱的证据，要铁证。如果拿到了证据，于幼薇就会背叛丁氏，到时候等待他的就是监狱的日子。 有为，你干嘛？不会是看上我装晕倒，这招太低俗了吧？有为，不是，你真的晕倒了？哎呀，于有为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 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回去。妈，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到底怎么了？都是你爸弄的。我把他又怎么了？啊！你把他拿咱们店出去抵押欠钱，说是要做什么玉器生意，结果就弄回来一堆破石头，然后他又去偷房产证要去还钱，被我给撞见了。你说我这盼星星盼月亮把他给盼回来了，没想到。 他却这样惹事，早知道他这样，还不如就让他死在监狱里。<笑>